蓝鱼男子在海钓场疑似不敌大鱼拉扯，整个人重心不稳，居然被鱼拽下水。哇！啊，那个人要摔袂脱落去，遐去了，迄双过隔啊棒啦，过隔啊棒人爬开啦，唔要笑啦，嘿，淹死啊！眼看男子就快被淹没，差点灭顶，一旁钓客吓了一跳，有人赶紧上前救人，幸好没有大碍。我嘛感觉都好。啊，哪个？哎呀，我钓啊，放我去啊，伊都袂行，人啊摔落去啊，去安怎嘞？钓鱼啊，五路甲你变甲海要创啊？伊走无好，甲你出落。哦，你有划着？有啊。啊，你我装伫遮啊。天线啊，你来啦。哦。这状况发生在屏东顶柳路一间海钓场，当地钓鱼池大约两米深，落水钓客当时疑似钓到一尾20斤以上的石斑鱼，因为重量较重，加上慌张，没有抓紧钓竿，才会连人带竿摔进水里。就算有的时候小小只的你站不稳，突然间发力也有可能会下去，尽量往后仰哦，啊脚步站稳，好、哦、不要紧张啊，有的时候是钓友太过于紧张才会发生这些事情。这个海钓场大多饲养龙胆石斑，一尾落在约20到80台斤，个头都不算小。而龙胆石斑个性凶猛，力量更是惊人，尤其瞬间爆发力，连屏东专业养殖业者都不敢大意。龙胆石斑基本上如果超过100斤以上的话，它的瞬间的爆发力跟扭力，可以把一个成年人大约70公斤的成年人可以把它拖动，那它的冲击力也很大。龙胆石斑口感 Q 弹，拥有丰富的胶原蛋白，料理方式也很多元。但在成为食材之前，在水中的威力不容小觑。这次钓客被连人带竿拖下水，还好一旁有人及时救援，那也令人见识到龙胆石斑惊人的力量。民视新闻洪明生频道报道。